今天是一年度的周年庆生会，你们在想什么？我通通都知道，因为我今天是你们的脑内领航员。那就拿起你们纸跟笔，跟我一起去 shopping 吧 ，Let's go！ 身为领航员，我真的真心推荐给你们这个明星产品，就是他们的平衡洁肤油。那我们请创美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平衡洁肤油，它有什么特别的亮？好，这是我们的明星商品平衡洁肤油，里面的话呢，含有我们北海道的独家红萝卜原料，富含非常多的维生素，让你在卸妆的同时，皮肤也达到健康的效果。还有我们最独家拥有的原料是静冈茶籽油，可以秒速乳化毛孔里面生成的脏污跟油脂，还有我们的彩妆清洁的同时呢，会让你的皮肤达到比较稳定的效果，也会比较亲肤，敏感肌都可以使用。我记得它是100%纯天然的成分嘛，它好像有精油的香气，然后就很像在做 SPA 一样，非常非常的疗愈。我记得我还有做笔记，就是它针对比如说痘痘或是有皮肤泛红状况，它也是可以用的。我也会推荐给你们他们另一个明星商品之一，就是有粉晶水之称的极致活颜水凝露。这个水凝露里面主要含有我们的有机大马士革玫瑰三段精华，还有我们日本的长滩温泉水，里面富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，可以快速的导入我们皮肤基底，达到平衡肌肤的效果。有股玫瑰的香气，它的吸收速度真的很快，就是知道它真的很保湿。有一句话说，你想要有蓬蓬肌就要用粉晶水。因为今天是周年庆生会，我就为三种不同派别的顾客准备三种不同的组合包。第一种就是手刀派，这个呢就是粉晶水双瓶特惠组，它全台限量只有300组，所以你不手刀冲刺啊也是买不到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是手刀派的朋友们，立刻下单，不要犹豫。那第二种派别呢，就是你属于直观派的朋友们，因为洁肤油呢是他们家产品经典中的经典，推荐给大家他们洁肤油1+1的组合包，不是周年庆是买不到的哦。另外他还会赠送两个，一个是矿泥面膜，另一个就是洗颜慕斯。最后一个派别就是理性派，这边呢我就推荐给你们我自己最喜爱的商品，就是他们的都会型男保养组，一个呢是洗颜皂霜，另一个是都会型男水凝乳。那它洗颜皂霜的泡沫啊非常黏腻，洗完之后呢会觉得非常清爽，不会很干涩。那之后呢再用水凝乳把那个水分给锁住，然后达到保湿的效果。理性派的观众朋友们，你应该很知道你要买什么东西了吧。那我脑内领航员的任务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